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 Ian 3月12日突然快闪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，跟300名粉丝提前过白色情人节。陈卓贤更预备了100支玫瑰花送给粉丝，一到场就被粉丝的热情淹没了。因为现在那个安全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场合有什么活动啊之类的，所以这一次我的 Fans Club 就举办了这一次的就是大合唱啊合照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就出现跟大家见个面。那我刚刚在上面等的时候也是很紧张，因为这比我自己开演唱会啊，还有就是出活动的时候还要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待会下去该做什么呢？我该说什么呢？所以我的心跳到现在还是很快。不知道一眼以前送过花给女生吗？以前的女朋友啊，那大概也是10年前了，所以今天是10年后再送花给女孩子，对，所以我特别紧张。对，今天陈卓贤现在27岁，10年前才17岁就已经送花给女朋友了。另外，虽然知道Ian你现在很不方便，但是如果遇到好的女生，你会展开追求吗？那现在因为工作也忙嘛，然后没有什么时间，然后我从小到大都是念那个男子的学校的，所以身边没有太多的女孩子的朋友，所以我就是现在一来没时间啊，二来也没有对象，所以也不会特别太想这个谈恋爱的事情，就是先专心工作吧，然后就随遇而安呢。对，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